现在我的手上呢是一把钥匙，无需做任何动作，尾舱的门呢，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整个引擎舱下方这边标志的这么一个升级仪啊，这个升级其实后座座椅部分的仰角，座椅部分的高度以及景深头部空间变化，头部空间。也就印证我刚才的说法，极轻微。OK，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有关于这台车型的问题收集篇，也就是我们的优化解析篇。那么，先从整车的外观开始。在车辆的外观方面呢，我们并没有发现太多的问题，但是有一点细微的问题呢，是需要跟大家去提前去说的。在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当中呢，如果我们开启引擎舱盖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一侧部分呢是有一些地方需要做一些补强填充的。当然，这种填充更多意义上面是指的封闭。一会儿我们在引擎舱部分的解析环节会给大家更多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车辆内部。整车的外观当中呢，从整个镀铬部分的一些饰条，包括像它的对缝呢，甚至是整个上方这边的行李架，强度上都完全没有问题，就这一点来讲的话，我完全不用担心。而且整车的这种悬架部分能够给到我的这种触手这种回弹效果啊，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敦实一个状态，希望到时候在路测的时候能够给我一些比较敏捷的一些反应。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车辆内部当中我们提到过的一些这种问题。当然在看这个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做工。在整车的这个最外层胶条部分的位置呢，有一个植绒面，这个植绒面的做工其实已经堪比一些合资车型，比如说大众，所以它的这个对位密封这一块来讲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举个例子，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侧部分的胶条材质，整体的做工和用料做的都非常棒，柔软度完全是够的。而且整个胶条它的这个强度做的也非常好，在整个侧尾板件部分的每一个猪绒合的工艺的这个冲压孔啊，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当中的这个间隔做的都也非常致密，而且也非常均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说的话，我们认为该车型整体的做工和用料完全没有问题。OK， 那么我们现在呢将这个胶条部分的恢复，我们来看一下恢复之后的状态。好，恢复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注意到一点啊，就是这个车型目前它的这个玻璃升降的是半框啊，就我们现在是个半升位，这一侧呢我也给大家调整到半升位。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车门关闭之后的状态，再来看后门。很多时候你们都会注意到一点，如果任何一台车型放在展厅之中，如果你们看到玻璃是升到这种半框位的时候，你们可以去试一下我刚才的这个动作，去关闭车门，打开车门再关闭。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这个内部啊，整个玻璃的这个支撑钢梁框架啊，它如果设计的是强度足够高，而且对位的这个缝隙空域控制足够好的话，它就会像这样没有任何的一些哗啦哗啦或者是一些松散的声音出来。这个其实也是内部做工当中我们不用拆就能够体现到的一点。好吧，那么言归正传，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下方啊。作为下方这一块，其实实际上更多意义上面还是存在一些这个纠结的点。那很多朋友都告诉我说，这个车在60多公里的时候会有个油门踏板震动现象。但是我们现在去看啊，这个部分其实实际上你们能听到，首先传感器它去控制到整个节气门位置的这个动作电机这一块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第二，横摆面也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震颤部分的问题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到时候我们在路测的时候呢再一一去做测定。而左侧部分的转向管柱啊，这个部分的防锈包括像它的这个喷涂做的也应该可以，所以这样看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上方这边也有这样一个隔热套件去做啊，这边还有一些油脂用于去做更多的一些这种防护，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下方这边做的没有问题。上方这边1、2、3、4一共四个出风口，针对于整个脚踏板这一侧部分的一个位置送风和加热，这一点来讲做的也是处理的比较到位的。因为很多车型在这边只给了一组出风口，所以还是很敷衍的一个状态，这个车型算作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点。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的是有关于车内部分的第一个正式问题。这个时候啊，首先我如果这个车型我要经常开着去跑长途，那么很多纠结的时候是什么呢？是过收费站。过收费站的时候有些时候是 ECC， 有些时候则不是，是给你发卡。
那我的卡槽在哪里呢？这个部分的位置应该可以成为一个相对应驾驶人来讲的话比较趁手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建议在这一层呢放置一个小的卡槽，用于去通行收费站，而且整个卡槽这个部分应该是以这个一般的卡的大小或者是以身份证为标准去做这样一个卡槽位就可以了。所以卡槽的这个优化点的建议呢先给到这边。第二个问题呢则是有关于 OBD 接口。作为 OBD 接口呢，这个车型可能你入眼一看是看不见的，刚才我们在底下整个去看到下方的时候也没有，它在哪儿呢？在这边。像这样一个接口的位置设计，其实实际上看起来是比较好看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尝试去把一个 X431 或者是把一个接口线去怼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入手的这个位置啊，其实实际上是并不够的。这样一来的话，你的这个接口部分你再去插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纠结的这样的一些阻碍，所以我们建议将这个插口部分的位置呢做一些轻量的一些优化，要么你突出一些，要么呢你就把这侧的盖板直接去除去给到外面就好了啊。而且整体的这个储物盒部分的位置呢在这侧部分设计一个盖板，看起来是上了心思，但实际上在使用过程当中并不方便，所以 OBD 接口尽可能去放置在一个合理的位置。有些时候简单的设计未见得就不好用，对吧？而第三呢，其实实际上还是有关于该车型在这个转向管柱部分这一侧位置当中的一些这种轻微的震颤。那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小的测评当中呢，其实实际上也不难发现说这个车型整体的这种震动是由于排气部分带来的，所以排气部分的条呢我们贴到了车身后方。那这个排气部分的一个挂接包括像这个震动部分的工艺处理当中的一个问题啊，就给你们说到这儿。我们再回到车里来看一下前部。而之后我们遇到的问题呢，老生常谈啊，老生常谈，为什么这么说？抽拉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还是很紧啊，这一侧部分的这个区域呢多少还是有一些没有去淡光的，所以这一侧给个小抽板，老生常谈，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啊。这是一个。然后接下来的问题呢其实就是有关于上方这一侧的这个灯光，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这个面板的这个字样签啊贴到这一侧之后，整体的这个灯光能够将这一侧的这个字儿照得很亮，但是下方这边整体的这个光照效果其实并不足，这是目前我对它的这个位置，这是下方其他的灯光光源照射的位置，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建议将整个这一侧的面板改成透明的，因为你可以在后排去给到一些相对温馨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半遮光的效果，这没有问题，但是前排有些时候它的照明就是照明，所以这个部分的硬性需求一定要给到。所以这个面板部分这一侧的这个材质问题和这个透光度问题啊，就给你们说到这儿。而这次下来的问题呢其实实际上就是有关于整个变速箱的工作逻辑。那么我们现在呢先来启动车辆啊，我们现在就不启动车辆，我们这么来啊，踩住刹车释放 EPB，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现在点下 P 档， EPB 是没有联动的，虽然我们现在锁到 P 档位了，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更保险的措施是你把后轮也一块锁止，所以 P 档在任何时候点下去之后应该要联动 EPB 去做这样的一个联动逻辑，所以这个部分的联动逻辑呢也给你们说到这儿，建议其实能够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而下方这个部分呢则是一个按压或者是一个 logo 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下方部分的这个开关啊，这个部分的设计真的是纠结。如果我第一次做这台车型试乘试驾的话，我可能会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开，但是只有你知道了或者销售给你介绍了，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它居然是一个按压式的一个开关去做的。那么如果我们从上方去看，这个时候请我的摄像师给一个上方视角，如果我们从上方去看，你就知道它这个设计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反人类的了，就是你看啊，它是这样设计的，然后解锁这两侧部分的一个转扣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设计总体来讲的话，其实实际上还是多少能够显示出来奇瑞他们对造车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理念，尽可能去从外观上面给到一些比较一致化的一种设计，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从使用层面上面来说，如果你不能把这个面板做成按压式一压即开的这样的一种设计的话，那么尽可能在这一侧部分的位置给一个 logo，说明这是一个开启部分的一个位置的箭头，哪怕这样一来都是可以的，也减少了有关于试乘试驾车在店内当中被一些不太熟悉功能或者不太熟悉这个使用状态的这一部分的人群损毁的可能啊，这个肯定损伤还是蛮大的。而且另外一提的是，就是开启了这个部分之后，我发现这个里面居然没有灯光，
这种灯光照射，就是如果以我现在手电筒的光源去说的话，整个下方这边的照射至少应该要有这个灯光光源的一半。而如果我将它关闭之后，你会发现这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而且上方的这个灯光其实是没有办法照射到这一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储物格作为这个扶手箱部分做的深邃一点是 OK 的，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灯光部分一定要补齐，所以扶手箱部分内部的这个灯光照明问题啊，就给你们说到这儿。那么在前排部分，我们的观察过程当中，其实实际上无论是整个内部板件当中这样的一些这种设计，包括中控台部分这样的一些对位镶嵌工艺啊，甚至于整个支撑部分、门板部分都没有问题。所以从这一点上去讲的话，我们还是初步比较认可这台车型有关于内饰件啊，包括像它这个镶嵌工艺部分的一些做工，甚至于像它整个这个部分的设计当中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该车型整体的这个部分的功能，我们也在这个应用体验片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有很多时候，其实针对于跑长途的人，还是有很大的一些优势，比如说这个主动防眩目的后视镜。包括像是这个有关于包括这个人脸检测啊，这个便捷支付啊，甚至于像是这个疲劳部分驾驶的一个监测工况，都在这边其实都是一应俱全的。所以这个呢，有关于功能部分呢，还是去看我们之前那一篇的这个应用部分体验就好了。OK，那么前排呢，我们目前没有发现更多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到后排。作为车辆的后排部分，其实实际上问题也不是很多，但是老生常谈的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安全带，我现在将整个座椅呢去翻折，你们摄影师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带部分啊。如果我翻折到一定的角度，比如说我现在人要出来的情况下，它就会这样，然后就进去了。这个部分进去的这个角度收放的位置其实很尴尬的，为什么？哎呦，这个座椅好重，我们把这个座椅翻回去。这时候，如果你将前排左侧这个部分的，后排左侧这个部分的位置也做一个折叠的话，它也是这个样子的，它也会直接性这么弹回去。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座椅部分的回放，包括像它的锁紧这一块，都是自如的，没有任何问题，锁得非常好。但是安全带呢？安全带就被整个座椅给压到了后面，而且这个时候整个乘员舱在后排唯一能用的安全带就变成了中间这一根。所以我们觉得啊，在这一侧部分的位置，两侧呢都去设计一个两组小的这种挂钩。把安全带呢，就是你不用的时候让它回位到这个部分的位置，我再去做整个座椅翻折的时候，也就不会有更多的一些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安全带部分的这个回位的锁止啊，这个固定位置还是要提上一个议事日程。那么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其实实际上还有一些小的问题，就是头枕。这个头枕呢，整体来讲上方这个部分的渲染度做得还可以，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于整个下方这个边缘太硬了。这种边缘的硬度啊，其实实际上是，如果你要是把整个座椅的高度放高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下方的这个部分的位置啊，距离你的颈椎会比较近一点。如果你放到最下方的时候，又会顶到整个这个肩部上方这个颈椎部分的位置，所以下方这个部分的硬度问题需要做到进一步的一个解决。当然，换个头枕，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儿，这个可以请这个配套厂方去做一些这个优化就可以了。还有整车座椅部分的承托，包括中间部分位置的乘坐，以及安全带部分的这个收纳，都做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后排这个灯光，这个时候其实在后排这个照明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用途上面不是很明确，所以这个灯光我就不说太多了啊。前排必须得给亮一点，后排可以温馨一些，没有大的问题。后排最后一个问题呢，USB，我们先来看一下 USB 下方的位置。这个位置真的太近了，就如果我的脚再稍微大一点的话，它就很碍事，很碍事。你放到下方的位置，对于腰部不好的人群来说也不是很友好。而且这两个位置其实仅仅只是实现充电的功能，它也不是数据读取。所以从这个位置上去讲的话，你不如把它放高一点，放在我们现在贴标签的这个位置，分布两边两组 USB，下方可以放手机，这个就已经很 OK 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我们认为啊，这个车型其实实际上，在一些细节上。值得去再进一步的优化，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做工是没得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尾舱部分的细节。作为尾舱部分啊，首先我要先来提到的是一个逻辑问题，那么安全。我现在如果将尾舱打开，请你们注意一下整个尾灯的变化。这是我现在车辆在关闭，我们现在将车辆电源关闭啊。好，我们现在将车辆电源关闭完毕。
这个时候呢，可以认为就是说是我现在人已经正常熄火，但是我现在停在路边，那我现在想要把这个尾舱盖打开。打开之后，首先第一个问题，逻辑上面的问题啊，就是尾舱灯，无论是中心灯还是旁侧部分的这个示宽灯都没有亮，这是第一。第二，你不亮这个后视，这个后边的警示灯也就算了，你这两侧的这个警告灯，也就是我们说的双跳，应该亮起。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实际上常亮呢，多少也能够给我们在一些路边停放车辆并且取放物品的时候，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安全的警示作用。所以这一点上面，逻辑上应该也能够去添加，也不会有费太大的一些事情。所以双跳的这个逻辑问题，给你们说到这儿。那么既然尾舱门已经打开了啊，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尾舱部分的一些细节问题。一些这个合资厂商容易犯到的，比如说这些减配问题，这套还真没有。但这个车型首先第一就是灯光。我们之前所演示到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整个灯光部分的这个照明呢，其实不是太亮，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灯光部分有必要去做一个下方部分和上方部分去交融的这两组灯光射量，这样一来，我们再取放物品的时候呢，在夜间的时候就能够看得更加清晰一些。所以灯光问题给你们说到这儿。那么紧接着下来呢，就是如果我现在要去考虑到的有关于这个车型它的一个优点，比如说现在这样啊，我去拿钥匙。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将车门锁闭，锁闭完毕啊。然后我们现在关闭这个尾门。哎，就是这种逻辑，你开启的时候也应该有这种逻辑才对，而且要保持这个灯光要常亮。这个我跟你们说到了啊，接下来我要演示的是什么呢？是锁闭车辆以后。好像锁闭车辆是不能用，是吧？OK，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开启解锁。这时候你们就会看到，如果我现在将整个车辆完全熄火之后，它反而这个逻辑是很清晰的，就是我在这个感应开锁、后门开锁之后，这个灯光反而是常亮的。像这样的一个逻辑啊，一定要保证在是什么情况呢？就首先它不能够熄灭，我什么时候关闭尾舱，它再熄灭；我任意时候开启尾舱，它一定要点亮的。这样一个基础逻辑下，才能够去给到我们更好的一些安全上的保证。那么在开启了整个尾舱门之后呢，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我即便是不用任何操作，我也可以去搬一些大件的物品上去，对吧？但这个时候我搬大件物品上去的同时，如果这个物品更大，那么这时候我势必还要绕到旁边，去把整个座椅先翻折，然后我再把东西搬上去。那如果在这一侧本身部分的这个位置啊，如果说我们在这一侧去设计一个小的一个扳手，可以把整个座椅一并放倒呢，下方一个钢丝绳其实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而啪一搬，两个座椅全部放倒，我们大件物品往上一放，尾门一关，我们走人了。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啊，也是提到了一个优化建议，能够去实现啊，能够去实现。这个希望在后期的改款车型当中吧，应该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执行。好，最后呢，其实实际上还有两个小的问题。其一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尾门部分的逃生开关。作为逃生部分这一侧的位置呢，其实是给更多的一些紧急情况下去用到的。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一侧呢，应该要有一个。因为这个车型其实实际上它不光是电尾门没有，就是这个机械尾门设计呢也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要添加啊，给一个小的扳手。啊，能够去，比如说没电了，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可以从这个部分的位置呢去打开。接下来的问题呢，则是在车辆的尾部其实是有一个电源接口的，但是这个电源接口其实实际上还是很纠结。为什么？我们来看，如果我将这个标签撕掉的话呢，你们就会发现这个标签部分，它如果是一个闭合状态下的话，这个上方有一个开口，对吧？这个旁侧的部分呢，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说这个东西是往外抠的，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开启方式呢，如果我用这个纸条给你粘一下，你就明白了，它其实是这样开的。其实这种开启的方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至少要给一个明确的标识，比如说你下方部分的位置给一个突出的这样一个小的一个突出的边缘，这样一来手一抓啊，我知道这个肯定是借力嘛，对吧？哎，往上这么一扳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细节当中的一个体现，希望能够去把这个细节部分呢再做一些很好的优化，整车部分呢就没有问题了。
而且更不用提我们下方这一边比较好的一个隐藏式的一个空间，对吧？这个已经算是它优点了，这个我就不说了。还有更多下方的一些这种细节，其实做工都做得不错。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型，如果单纯从现在去看整车这个问题收集片的话，我们觉得问题其实还不是很多，而且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地方，可以去把作为星途的这个品牌旗下的第一台车型，去作为一个去逐渐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去做。但是这样的一个车型，如果在路测的时候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这种，很好的表现出来的话，我认为这一台车型其实已经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很多的一些亮点啊。OK， 那么在看完了整车的问题收集片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引擎舱部分的问题收集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优化部分。像我们刚才说过的一些这个优点，比如说这个引擎舱部分的开启状态，在这台车型上面来说也是有一些这种表现的。比如说你像单手去实现，我现在这个手抓电筒啊，就这么简单，很舒服。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知道这个部分在哪，如果你真不知道的话，你在底下也得摸半天。那作为引擎舱部分的这个问题收集，我们还是先来说到之前说的封堵的那一点啊。封堵这一点在这儿，其实我说的封堵其实更多意义上面来说是填充。为什么呢？这一侧你给一个小的皮质的这样的一个小帘子啊，你给它直接荡到这边，防止异物去跌落到整个下方这个部分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谁也不希望说拆个这个叶子板，然后去把里面的异物去给它清出来，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那这个问题给大家说到这儿。第二问题呢，其实实际上就从这个位置开始说吧。如果我现在将整个板件恢复之后呢，你们就会发现在这一侧，在这一侧部分的位置的边缘都会被荡掉。那么作为这个主副保险丝盒去做开启的时候，它有肯定是多少会有一组是不好开的，很别劲的状态。所以这一侧部分的遮挡问题呢，也给你们说到这边啊。而第三个问题呢，则是有关于这个部分。作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其实更多的问题还是在施工方面啊。当然，施工方面，其实实际上由于它这个间隙问题，包括高度问题和深度问题呢，其实还是不太便于做一些日常的替型更换，比如说里面内部的一些这个空气滤芯。那如果能够去用一些抽拉的方式去做一个锁闭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就会变得更好一点。所以这一侧部分的问题呢，去给大家说到这儿。当然，那个错别字的问题就不用纠结啊，那个其实不是我写的，我没想到他会写这个诗。OK， 那么接下来呢，则是电瓶部分的装头问题。可以看到的是，目前这个车型的设计当中呢，这一侧部分是正极，我们来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我们先将这一侧抠开，哎，然后呢，捏开这一侧，我们打开这个侧正极之后，你会发现在正负极这两个部分呢都没有去做一个接线桩。为什么没有做，我实在是没有想通。因为你要如果做电瓶跨接或者给别人的车辆勾电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是需要用到这个部分的。而从整车其他的框架部分去看的话呢，也没有专门去设计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搭接线的一些位置啊。哪怕即便是像这样的位置可以去做打铁，但是正极仍然没有。所以正极这边和负极这边建议还是能够给到一个好一点的这种接口设计，能够去稍微翘一点边，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卡钳就能够加到这边，那整个电源线就可以做跨接了啊，就这个事儿。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啊。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合体本身的密封做得非常好，这一侧部分密封做得也没有问题。接下来的一个小的问题呢，则是这也不能算小问题，就是整车的这个引擎舱部分的空间不算太大。那么我们希望在改款的车型当中，除了你的这个车内部分的轴距能够延长之外，在前部这个部分的引擎舱是不是能够考虑再稍微加大一点，这样一来看得更整洁的同时，让整个引擎从这个旁侧部分的位置到整个这个前大框部分的位置的这些空间都有足够的间隙，散热呢会变得更好。所以这个部分的空间呢，希望能够在改款的车型当中，整个平台呢能够再去做更多的一些这个机舱方面的优化。而看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其实实际上针对于整个引擎舱部分的下方呢，就没有太多问题了。而上方这个部分呢，仍然有一些小的问题，就在这儿，听到吗？为什么？这侧间隙太薄了，你稍微给一些厚一点的这种间隙，然后把卡扣换成稍微大一点的、结实一点的，这样一来，整个这侧部分的位置，相对来讲，在一些这种电波路况下，它就没有这种
比较空的这样一些声音啊，就会没有这种声音，所以这个填充问题嘛，也给你们说到这儿了。 OK， 那么以上呢，其实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一台主题测试车型啊，星途 TXL， 也就是长轴距版的这台车型的一个完整评测。那么针对于整车的问题收集篇，包括优化部分的一些点，给你们点到这边之后，你们应该也就明白这台车型整体的表现到底如何。我们静态的时候呢，其实实际上也是从各个点呢去给大家做了更多的分析，也是希望在一些这个众说纷纭的情况下，能够给消费者更加清晰的一些购车指引，尤其是像这一台车型的一些购车指引。那么也希望我们在后续的这个路测当中呢，这台车型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好的表现。我们路测的时候呢，到时候再来一键分享。感谢大家的收看，这里是099车评中心，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优酷车家号，以及新浪微博还有 B 站的这个相关部分的内容，搜索部分的关键词呢都是车评人郑刚。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路测的时候再见。